大力叔，你别说谎，我现在就派人下山找大夫。 杀燕妃，给老爷报仇，可是我也不能和你作对。我只有死。大叔，你真是糊涂啊！ 大力叔，珍宝，珍宝到底是个啥样？我死不瞑目。大力叔，大力叔从来没提过珍宝，他这是要不行。 大力叔，珍宝。 珍宝就在。大雷叔，大雷叔，大雷叔。 大力叔，你可别怪了我。大力叔，我告诉你。 其实珍宝真正的位置是在，把大力叔埋在我爹旁边，让他俩做个伴儿。 山埋忠骨，也埋葬了奸人的黄粱梦。燕妃、森木还有柳叶，他们机关算尽也没有得逞，至今连珍宝什么样都没能得见。接下来，龙马总要往前走，大家都。
臭丫头，你怎么连我都骗？西曼姐，我骗你是最难的，所以在您面前我花的心思最多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何苦呢？你这样，那要是换成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换成是我，我也会骗龙马，但是我不会骗西曼。姐，你要是知道了，我跟龙马一样为难的。华文字已经有了孩子，你们又能怎么办啊？小苹果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离开我。我舍不得离开你们，可我在这儿，我算什么啊？什么算什么呀？你是我妹妹呀，你是这个家的女儿。你说你当初你离开家，你经历了九死一生，你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，这是你家呀，小苹果。对，这是我家。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嗯，不走了。我爹气色呀，比在家里还好。这山里封锁很严密，试了几次都没有突围出来。不如呢，就让我爹待在山里。山里比九安城还安全，还有大雷叔陪着，您就放心吧。娘，你好好休息休息吧。啊。对啊，你俩都是有孕在身的人，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龙马，你扶他们回去吧，我陪娘再待会儿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娘，毛衣的事儿我已经跟爹说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看看啊。都织了一大半了，天冷的时候啊就能织完了。真好看。对了，你跟龙马怎么样了？龙马已经知道我是假装的了。那就把话跟他说清楚啊。我不想说。其实，孩子啊，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娘，您就别问了。好吧，好吧，那娘就不问了。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？珍宝无恙，也没有燕飞捣乱了，我可以腾出手来跟你和战车一起打鬼子。今后的事儿好说呀，可是今晚怎么办？我跟他们俩都谈过了，花文字呢，他也知道小苹果的事儿，所以也不会有误会了。但是他们两个都很爱你啊，可你只能选一个。不过我相信，不管你选谁，另外一个都不会怪你的。我已经选好了。
从今天起，龙马在心里告诉自己，他跟花蚊子不再以师徒相称。他是他的男人，他是他的女人，他不能辜负他。 司令，你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吧？可你至死也没把珍宝的下落告诉我。我一身本领，满腹经纶，可我一辈子屈尊给你做保镖和老妈子，我一辈子 都离不开你和这把破轮椅，我把一辈子都献给王琪美了，可你怎么对待我，到死也没告诉我陈大雷这宝的下落。 狗都不如吗？我卧薪尝胆30年，我比天下所有的人都离你最近，我比所有夺珍宝之人离珍宝最近。可这30年。 你滴水不漏，滴水不漏。行，你有种，你守口如瓶是吧？可我比你高强100倍，我骗过你王琪美，我骗了你。
还真踢你了呀，疼吗？不知道，感觉可奇怪了呢。我这孩子在我肚子里一直在翻跟头，跟我一样特别疼。吃个橘子吧，那么爱吃蒜的你肯定是个儿子。爹还说了，他在山上啊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些闷，下回啊让人捎几本书上去。 所以让娘啊千万别担心了。爹这还说，小苹果给我纳的那双鞋底儿很舒服，花纹子缝的衣服也特别好。那个爹说，听说娘的手能抬起来了，甭提有多高兴了。我看看爹还说什么啊。 娘，您怎么了？何百惠看着床前的月光。 深感这个家就差一个人了。年轻的时候，久别的王启美常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赶回来，跟他在一起。现在他们都老了，可他那颗盼归的心，跳动的还是那么动情，那么炽烈。 昨天跟花蚊子吵架了，没有啊？那他怎么哭了？他没哭啊。对了，昨天晚上我也听到有人哭了，还以为是你或者西曼呢。我和西曼也没哭。这就奇怪了，花蚊子没哭，你跟西曼都没有哭，那这个院里。 就剩我娘了，我能。 好啊，正好，下个月老郭进山，让他给烧进去。下个月就晚了，明天就得烧过去。明天？明天是你爹的生日。我爹，他多大岁数啊？咱爹今年65，大寿啊。 这儿子当的，那我呀，一会儿就出发，保证明天之前我爹能穿上这衣服。<笑>要不你别去了，我让老郭去，再带上一坛好酒，我也跟着一块儿去，给咱爹啊祝寿。还是让龙马去，龙马必须去。
山里冷，来，把这个穿上。我爹比我胖，这衣服呀，我穿上一定肥。听话，把这个脱下来。娘让你穿，你就穿上吧。要是肥啊，里边套件衣服。行。哟，我穿还挺合适的。真挺合适的，娘。可是这么小，我爹能穿上吗？对呀，爹穿不了啊。娘就是给你织的。哦，怪不得这么合身呢，你穿上还挺精神的。是挺精神，我娘手艺好。那我爹那件呢？你爹都不在了，我还给你爹织衣服干什么？娘，我爹他好好的呀。瞒我瞒了大半年了，别人瞒我也就算了，小苹果呀，娘，不是怕您难受吗？我知道你们编出来那些信，然后捎来这个，捎去那个。我知道你们是好心，都是好孩子。可娘不傻，娘看不明白吗？啊，这头半年呢，是给你爹吃的；这后半年，从明儿起，没事我就抱你坐我爹那轮椅去，推你出去转转去。好，好。王家多灾多难，龙马那么小就被人偷走，一家人生生被拆散。爹娘二十多年如一日。天天盼着团圆，可龙马回来了吧，又被燕飞暗中挑拨，骨肉相残。好不容易乌云散去，可爹又走了，王家人始终都没办法团聚，永远都没法团聚。我倒觉得他们一家团聚了。你看，一家三口都在了。好几十年，那轮椅上有老爷的精气神儿，娘就当是跟老爷挤挤坐在上头了。
那老中医开的药啊，我再吃几副，调理一下就好了。你要注意休息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啦。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赶紧回屋，别着凉了。慢点慢点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呦呦，不哭了。关键时候就睡觉。嗯，起来照相啦，快醒醒，一千，快快看这边。哎呀，各位先生、太太、小姐们啊，咱们现在开始照相，都笑着点，看镜头，看镜头啊。哎，好，准备，看镜头啊。一、二、三，科长。嗯。嘿，站好，老弟，借我点钱行吗？钱？我手头上也紧得很呢。什么？你不是有薪水吗？不是，段科长，我那一半的薪水都小心您了，不是？混蛋！你还想不想干了？好好想想，晚上下了班来找我啊！转了很多的地方，没想到在这青山铺镇的警察所里找到你了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当初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燕飞局长，哼，现在却被一个小小的科长骑在脖子上拉屎啊。这为什么呢？我知道，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等到我吃饱喝足了，你就可以杀人灭口了。你真逗！我说丁彦飞，你这么有本事的人，怎么肯在这儿干一个小站岗呢？正为什么呢？不就是隐瞒过去，怕人家知道你当过汉奸的历史？结果呢？当警察局长的本事，所有的人谁也知道不了。堂堂久安叱咤风云的燕飞局长，却成了一个看门的小混混。如果我找到你的上司，把你的历史说出来，不光警察做不成，恐怕要进监狱了。不用那么危险了。你要是要钱的话，你找错人了。我现在身上蹦子儿没有。哎，你要是没落脚的地方，别嫌弃，跟我一起住。去你的！你那个狗窝呀，我早就看到了。哎，燕飞，你听我说，我和你说点心里话吧。我要是你，就这么半死不活的，我早就他娘的一头撞死了。除非有点盼头。哎，你瞧瞧你现在什么样，你盼什么？往大里说，你盼了一辈子的珍宝没了，你还盼什么？往小里说，就你现在这个熊样，这把年龄能混成什么样？像一条狗，跟人家看门人家都嫌弃。我现在就是一条狗。你不吃啊？不吃我就打包了。老板，
啊，算账，打包。好嘞。你付钱啊？我现在就想弄死你。你试试。我太高兴了，我就想看看丁年飞还是不是当年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为了目标卧薪尝胆。大雷兄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丁年飞了，我没有了目标，我就是个行尸走肉之人。我要有目标，我也不想这么半死不活的。可是我找来找去，那目标都比不上珍宝的目标大呀。珍宝已经灰飞烟灭了。我告诉你，燕飞，他炸得再狠，嘿，也炸不着珍宝。你猜为什么？珍宝在水底，所以炸不着。珍宝确实在炸不着的地方，珍宝不在水底。珍宝不在水底，难道它在水面上？你这么聪明的人，你自己琢磨琢磨。是聪明之人，可是你明白的还是晚了一步。就是说，珍宝还在，从头到尾都是王启美的计策。他把你们引到红柳树，就是让你亲眼看看大箱子落到了潭底。他的计策就成功了。后来你想把深潭炸个大口子，龙马就将计就计，引你和三木互相猜疑，一方面保住了珍宝机密不外传，另一方面遵守王启美的遗言，逼你就范，不再做汉奸。珍宝还在呀，老天爷！你坐，坐坐坐，随便坐，坐。现在是个小警察，把珍宝就算在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还有我呢，你，你要是有办法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来找你就证明我有办法。这是沦陷区的通缉令，这一路上我捡了不少，每张都写着阁下的大名丁燕飞。恭喜你啊，老爹，活捉丁燕飞可得金条20根。龙马的诡计奏效，孙木以为珍宝在我手。龙马的诡计不仅仅让你死心塌地地离开日本人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，这恐怕龙马也始料未及呀。什么呀？
重金缉拿的人会是什么人？抗日英雄啊！雷兄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怎么会？我告诉你，丁彦飞，你不能杀我。心是铁座，像一颗小小的云点，在夜空中划过，划破了寂静的夜色。谁的心是铁的，在冷冷的水中淬火，在磨练中坚韧，任性着将自己划破。相见的你我，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，那些话儿会记得，我为你哭过也为你笑，我誓言我来过，如果要。